兄弟们正在河边寻找大螃蟹，你们看这里发现个大螃蟹，你们仔细看看没有，我们把草拔开，我去，好大一只螃蟹，希望家里的朋友们好运不断。正在直播中，兄弟们喜欢看户外直播抓螃蟹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头像进我主页看我精彩的户外直播抓螃蟹，点个关注，把这两个螃蟹送给你好吗？弹弹弹，肉嘟嘟的，特别好玩，今天把它挖出来看一下。一些老铁看到这么假的视频，凡是会给我一个大嘴巴子，也不会给我点双击，也不会给我点关注，这个作品哪怕有一个双击我就满足了，要多了你们也不会给。这个章鱼爱钻洞是它的天性啊，那是有洞就钻，有洞必钻的啊，谁也挡不住它啊。很多朋友进来就会给一个双击，很多朋友怎么要它也不给，那好吧，不管你给不给我双击，都祝你天天有好运，年年好运来。喜欢赶海的别忘了双击关注，马上直播了。为了拍个皮皮虾金洞，我把我家收藏多年的宝瓶子都偷过来了哈，你们不要给我双击哈，我怕上了热门以后我家里人发现会打我屁股的，加个关注都行了，看我带你抓海。来了老铁，这是我人生当中见过最长最长的鱼，我的妈了，这条鱼有2米多长，比我还要长。有的老铁进来没见过这么长的鱼，反手给小弟留下了一个双击，今天正好是大年初八，咱家进来的老铁双击扣个八，谁扣谁发，加关注，过会直播。